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为刀兵同福等地狱礼佛第三十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、响地狱、黑沙地狱、灵山地狱、火井地狱、十九地狱、被杀地狱、刀兵地狱、饥饿地狱、同福地狱、如是等无量地狱，今日现受苦众生。我等今日以菩提心力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华藏佛，南无妙光佛，南无药说佛，南无善继佛，南无众王佛，南无离位佛，南无辩才日佛，南无明文佛，南无宝月明佛，南无上义佛，南无无畏佛，南无大见佛，南无梵音佛，南无善音佛，南无慧济佛，南无无等义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菩提义佛，南无树王佛，南无盘陀音佛，南无福德利佛，南无士德佛，南无圣爱佛，南无世行佛，南无琥珀佛，南无药师佛，南无弃婴盖菩萨，南无吉根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救护。愿刀兵等一切地狱眷属等狱受苦众生，今日即得解脱，一切众苦永得除断，离地狱缘得智慧身，以地狱苦发菩提心，行菩萨行，不修不习，入一乘道，满十地行，皆以神力还接一切，同坐道场，具登正觉，为火城、刀山等地狱礼佛第三十一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、火城地狱、石窟地狱、汤焦地狱、刀山地狱、虎狼地狱、铁床地狱、热风地狱、吐火地狱，如是等无量无边眷属等狱，今日受苦众生。我等以菩提心力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雷音云佛，南无善爱慕佛，南无善智佛，南无具足佛，南无德基佛，南无大音佛，南无法相佛，南无智音佛，南无虚空佛，南无慈音佛，南无慧音差别佛，南无功德光佛，南无圣王佛，南无众义佛，南无辩才轮佛，南无善吉佛，南无月面佛，南无日明佛，南无无垢佛，南无功德吉佛，南无华德相佛，南无辩才国佛，南无宝师佛，南无爱乐佛，南无不高佛，南无会上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
愿以慈悲力同加赦受。愿刀山等地狱今日现受苦众生，即得解脱，乃至十方不可说一切地狱现受苦，当受苦一切众生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令诸众生同得解脱，永断十方诸地狱业。从今已去，至于道场，毕竟不复堕于三途，舍身受身，常值诸佛，具足智慧，清净自在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登金刚心，入种智果，以佛神力随心自在。为恶鬼道礼佛第三十二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恶鬼道、恶鬼神等，一切恶鬼各级眷属，我等今日以菩提心力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狮子力佛，南无自在王佛，南无无量净佛，南无等定佛，南无不坏佛，南无灭垢佛，南无不施方便佛，南无无饶佛，南无妙面佛，南无智智住佛，南无法师王佛，南无大天佛，南无深意佛，南无无量佛，南无法力佛，南无是供养佛，南无华光佛，南无三世供佛，南无因日藏佛，南无天供养佛，南无上智人佛，南无真迹佛，南无性甘露佛，南无金刚佛，南无坚固佛，南无药王菩萨，南无药上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赦受。愿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十方界一切恶鬼道、一切恶鬼神各级眷属、一切恶鬼各级眷属、一切罪障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皆得解脱，身心清凉，无复热恼，身心饱满，无复饥渴，得甘露味，开智慧眼，四无量心、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、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离恶鬼道入涅槃道，等与诸佛俱成正觉。为畜生道礼佛第三十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运心五体投地，普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畜生道、四生众生，若大若小、水陆空界一切众生各级眷属，我等今日以慈悲心力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宝坚明佛，南无离陀部佛，南无随日佛，南无清净佛，南无明利佛，南无功德具佛，南无具足德佛，南无狮子行佛，南无高出佛，南无华师佛，南无诸明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爱智佛，南无盘陀延佛，南无不虚行佛，南无身法佛，南无孝明佛，南无思维乐佛，南无要解脱佛，南无知道理佛，南无常精进菩萨。
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愿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虚空界一切畜生道，四生众生各级眷属，一切罪障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皆得解脱，同舍恶趣，俱得道果，身心安乐，如第三禅。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常得现前。四无碍智，六神通力，如意自在。离畜生道，入涅槃道，登金刚心，成等正觉。为六道发愿第三十四，我等已经奉为诸天诸仙龙神八部礼佛功德因缘，愿十方尽虚空界四生六道穷未来际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不复往物形骸，受诸处毒，不复造十恶五逆，更入三途，成经礼佛功德因缘，各得菩萨摩诃萨尽身口业，各得菩萨摩诃萨大心、大地心生诸善根，大海心受持诸佛智慧大法，须弥山心令一切安住无上菩提，摩尼宝心远离烦恼，金刚心决定诸法，坚固心众魔外道不能举坏，莲花心一切诸法所不能染，幽檀波华心一切劫中难得值遇，今日心除灭一切愚痴异障，虚空心一切众生无能量者，又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思量是性，思量觉性解性，弃捐调戏，常思法语，所有皆失，心无爱惜，心心勇猛，不怀怯弱，所修功德悉施一切，不还邪道，专心一向，见善如画，见恶如梦，舍离生死，速出三界，明了观察，甚深妙法，各得供养一切诸佛，供养众聚皆悉满足，各得供养一切尊法，供养众聚皆悉满足，各得供养一切菩萨，供养众聚皆悉满足，各得供养一切贤圣，供养众聚皆悉满足，若有后流一切众生亦我等今日愿戒者，皆悉令入大愿海中，即得成就功德智慧，以佛神力随心自在，等与如来俱成正觉。起念无常第三十五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为六道礼忏发愿尽，赐福因虚物事无常，福三世罪福因果相生，恻然在心，虑不思格，常为影响相符，乃可胡悦，善恶之智非可得而传也，唯愿大众觉悟无常。